县出台十种事，要是菩萨了得此法，才能实现甚为喜处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甚为喜处，何等为十呢？若菩萨在四现特别注重四现，就是佛在斗率天降生人间，那是四现的，四现的不是真实的。在促胎有十种事，如果菩萨能了达这十种事了，是现甚为喜处。什么是甚为喜处啊？就是助胎，助胎啊。那文宗就讲了啊，助胎甚为喜，一件事一件事说，何等为十？出胎的十种事啊，都是甚深的危机处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什么原因？什么道理？所谓的在母胎视线触发菩提心，佛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从信心一位一位到实住，完了到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在华经说是十一地，其实就是实地，在斗率天当中住内院，要在人间来受生。从出入胎乃住胎一直到成佛，从初发心咱们住胎的时候是糊里糊涂，是业报受身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菩萨住胎的时候要说法，骗法界在说法，这就微细了，从斗率天，降生到人间，这么一般说呀，经上说是神话，这比神话还神呢，比神话还神，而这种神话呀，不是世间人想象得到的。不是佛说他想现不到，其实菩萨在这个第八地，前头讲过啊，第八地到九地入到法云地的时候，十方诸佛以智慧随观菩萨顶，指着菩萨受子成佛，说受子灌顶位啊，叫受子灌顶。那么在母胎当中，四现住斗率天，斗率天叫执着天呢、分华严是什么都执着了，到了成佛了还有不执着的地方啊，一切都满足了。按照在母胎之中视线出生，视线呢降生了作为童子小孩的时候啊，在母胎出生之后视线住王宫，在母胎中视线出家，在母胎中视线
行口横，往一道场成等正觉，在母胎中实现转法轮，在母胎中实现般涅槃。还没离开母胎，把这一生的事儿都做了，现在母胎中呢就实现了，实现八相成道，说法利众生，实现入涅槃，还在母胎当中，这神了吧？一般呢，我们经常说八相成道，八相成道啊，从斗在天降生到入胎，斗在天降生来人间，这是一相；入胎一二相，住胎三相，出胎四相，出家五相，成道六相，转法轮七相，入涅槃八相。还没有降生的时候，在母胎里头这八相都实现完了的了。所以说广大威信在母胎中就实现的广大威信，实现一切菩萨行，一切如来自在神力，无量差别门都在胎中就都实现了，实现了。这种道理啊，在华严经讲是深密难知，说不是经过的你没法理解，因此加个微信，微信现大威信，这就是菩萨摩诃萨的十种威信区，区是趋向，趋向这十种。普贤菩萨跟与会大众说，这就是菩萨在母胎中的十种威信区，区是趋向啊，从入胎都在天趋向入胎，从入胎趋向乃至最后成道，中间的入胎呀、出胎呀、住胎呀，很微细的，微细难测。要是菩萨能难住持法，得到无如来的无上大智慧微细去，回去，这是在母胎啊，出胎的，出胎还要生啊，这是在母胎中所有的一些相，一直到涅槃，没出生就在涅槃里头，一生的事业，就是四现的事业都成就完了，第一项就是住胎。住胎都到了涅槃了，在胎中就入了涅槃了，这叫第一项啊。但是菩萨要降生啊，住胎了不是总住胎里头，住胎了要降生，降生也有十种，何等为十？远离一次正念正知生。不是糊里糊涂生啊，没有预测，远离就是没有，而且是正念现前，正知现前，这样生的，就是出胎之时没有混乱，没有预测，都是正知正见正念，心不颠倒，意不贪恋。同时呢，放大光明网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样生的，这样生的，
萨受征的时候就已经证得菩提了，那是从心四现求证菩提，行菩萨道。生在刹利婆罗门家，乃至生当帝王家，得而多了三宝三菩提，做一些佛事。但是呢，此次生了不受后有，这就是菩萨最后的生，不再来世受生。这跟众生不同，众生还有生生死死，生本无生，生的时候没有生，那是视线。意思就是说，菩萨受生的时候，他把见惑、思惑都断了，已经证得空理了，证得无生法印。其实在斗碎天呢，他都证得了，他又视线到人间。为什么都讲个化身呢？化现的不是真实的，给一切众生做样子，给一切菩萨做样子，扔到空里了，空里没有生，也没有不生，空的嘛，是生即无生，故说无生，这叫证的无生法印。但是我们关心我们自己啊，每个人，你受生的时候，神通妙用是没有，跟诸佛受生的一样的，你也是化生。什么化的呢？业报化的。你做什么业，就化现什么，受什么报。佛是他做的是成佛的业，他依着他那个业来受生，也是化生。凡夫受生的时候，他没证得空理，但是他本具的，本具的空理不会失掉的，永远不会失掉的。所以凡夫也能修成佛呀，如果他没有这个法性，他永远修也修不成佛。实际上摩尼为了人间化生，得了都是三藐三菩提，生在帝王家一般的有的生到婆罗门家，他姓帝王家。说西藏，西藏根据这个意思，说请和佛是转世。在西藏的原意呢是竹别谷，竹别谷翻成汉话就是转生，从前生转到后生，也学佛这种转生。但是以前呢有种种测验，种种测验得现点神通啊，这里都含着虚假的，虚假的把他前生的用的用品，或者他披的漆衣，披的这个衣拿去实践，同一样的，这都打上暗号了。他自己前生披过的有个难记，这伸手到那就把这实践他都甩开，单把他皮那个拿出来一看，难记啊，也是他皮的，证实他有神通，前生来的，这是一件实验，一件实验啊。很多的念佛珠书珠同一个样的搁一大堆，他都是把拿出那个一看，难记是他的。最初请竹谷时候是很多测验的，早就没有了，都是假的，现在是作假，作假。
今回这个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也不是生生受生啊，啊，他的护法，生生世世的护法，要帮助他做了，啊，小孩子三两岁懂得什么的，就帮他做了。佛不是这样的，皆是化现的，皆是化现的。这神力，因为三界都是幻化生的，咱们也入世，咱没得神通，没得妙用，但生是入世，也是幻化的，不是真实的。随时在变嘛，因为你造的业，业不同，随时在变。嗯，大家是没有这样用功啊，你功夫没用啊，你每天都在变。前念是最大善念，发菩提心成佛，后一念就不是了，贪嗔痴烦恼都来了。如果没闻那佛法，没够三宝，他这个念头没有，我说他没有这个善根，没有这方面知识，他就没有。因此啊，讲佛的时候是圣经，这是佛的幻化圣经，但是我把它关照我们自己身，关照我们自己身，能有个很多化现，你怎么样认识他呢？入梦幻抛影，幻化就是做梦一样的，都做梦吧。假使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梦，就是幻化的空身，就是法身。咱们的梦里头有时候现的影子，从这个影子，咱们推这个影子找到什么呢？找到咱们自己的真实。你看水里这个月亮，你这个月亮怎么会，这个江里头或者海里头怎么会有个月亮呢？找啊，哦，天上那个月亮到这儿来的，这个是个影子。你问你的受生，为什么我想出家？为什么已经达到出家？这是影子，找找原因是什么呢？原来你那个佛性，你自己那个佛性，跟佛无二佛别的，你从这个找到。找到你自己本性，虽然没有证得，但是自己知道，体会到梦中所现的影子是我们佛性的反映出来的，也有反映的六道轮转，也有反映跟人打仗，也有反映自己起贪嗔痴，都不是真的。那梦醒了没有了，再回到你现有这个身体，还是在做梦，他一死了，这一个又都没有了。佛不是这样子，佛是智慧，他知道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所有一些众生是幻化的。从什么地方幻化呢？业啊，他所做的业幻化的啊，诸佛呀，释迦牟尼佛也是他做的业呀。什么业？从初发菩提心，一心一心到实心满了，入了初住了，再发菩提心，一住一住，一行一行，一相一相，到实地满了，究竟成佛了。过去的呢全是幻化的，所以咱们这个大乘教义里头有
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怎么经常怪想咱们这几个肉体是幻化的，等到幻化还原的时候，幻化空身即是法身，这光空啊，这个含义。因为你空中没有障碍的，所以在十方世界普现身生，不但这个世界现，另一世也在现，佛在受生，无量世界佛都在现生，在下生人间度界。在学佛经说，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不可议，不是语言能表达，不是心里的思念能表达，不可思不可议。但是佛他证得了一切自自身，一自是什么呢？是法身。但是修得的本具叫修成，佛所受这个身是幻化身，因为这幻化身是从一切自自的身生起的。如大自观察三昧生身，没动，一切这些都是幻化的，本身还没动，就不动如来法身。佛子啊，菩萨生时跟一般的凡夫生不一样，菩萨生的时候震动了一切佛刹，凡有佛果动都受震动。都能解脱有缘的啊，一些众生无缘的不能得到，能够把一切恶尿恶道都消失掉了，如灭了，一切魔都不能显现。同时呢，有无量菩萨都来聚会，利益众生开始，这就是利益众生呢。菩萨在受生时候也是在行菩萨道，也在利益众生。说你观佛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利益众生，咱们在这个学净恒品的时候啊，学净恒品的时候啊，连你上厕所排泄大小便的时候都是利益众生。如果你没忘记的话，等你入厕时当愿众生，愿众生就是利益众生，弃贪嗔痴，把你贪嗔痴都弃掉，那排泄是脏物了，要把你脏业就是，把一切犯罪的法都把它捐去掉。那除此之外，没有一个时候，没有一个处所不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都是利益众生。所以佛从入胎出胎乃至成道修行都在利益众生，给众生做表现呢。实际佛来到人间就是来利益众生，那菩萨在以十世，就是受生十世啊，
前头是助胎时事，是受生的时事，啊，都是四线的，四线什么呢？微笑，很高兴，很欢喜，他得发菩提心，成就菩萨道，这誓愿坚定，要一定成佛度众生，已经达到了，自己发誓愿，一定成佛度众生，说细心微笑。所以四现很多碎相、碎婴、普现四生，一下生走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就是自私，微笑心自私。做了哪十事？十件事是哪十事？何等为十？一下就表示了佛在下生的时候做了十件事。菩萨摩诃萨念言，自己思念啊，说一切世间呢，众生都没得淤泥当中，除我一人，除了我来度他们，无能免计，其他人呢不能度不了，如是之矣。这样的观想，心盈微笑，非常的和乐欢喜喜悦的心情。第一个佛念言，一切世间烦恼所忙，烦恼把眼睛折到了，成了瞎子了，有烦恼得不到清凉，那我呢具足了智慧，能给他们把烦恼给除断，让他开智慧呀。这样一想啊，喜以微笑，很和乐，很喜欢啊，自己的自己自愿，誓就是誓愿的意思啊，法就道人。同时又念念，就心里想啊，又想我现在这个身体假名为身，不是真实的，是化的，假名为身，我因此这个幻化空身，当得如来的满三世无上的法身，就是幻化空身即是法身，自己如是知，如是了知，喜以微笑，也是欢乐的心境。菩萨尔时以无障碍眼，在这个时候菩萨呀没有障碍，智慧眼，佛眼观一切。这《金刚经》是佛讲无远圆明啊，佛是无远都圆明的。这片观，从天上到人间，从那大自在天到一些人间，自己这样的思维，在念：此等众生，皆自谓为大有大自利。而众生这些众生啊，骄傲自满。都因为有智慧，实际没有这观察完了呢，佛就是喜以微笑，完了又发自私，自私，这些个众生没有智慧，骄慢自满，因为自己的有智慧，可笑。也可笑，是吧？菩
菩萨尔时关注众生，不是这个时候啊，又关切众生，今久住善根，今皆退末，入之以悉以微笑，心自私，观看这一切众生，过去的善根都退末了，被烦恼被他所造的业障，有些众生过去久住善根的，找到应该成就了，但是不但没成就啊，又退末了，退末了。我应该使他加油，用我的力量让他得度。说是佛菩萨放大誓愿来救拔他们，来救拔他们。啊，以众善根的众生退末了，像我们在末法时代这个时候，能够发心出家入道，还能够一个清净的难闻的不变，你就回想你过去啊是久住善根的了，在末法时代你能够这样的行道，相信我们有些个道友，他一天的躁动，躁动，我不是说他身体啊，他心呢，胡思乱想，躁动，不难呢、啊，不难，东想西想，我们呢，有一批这个。发菩提心的在常州啊做了贡献的，感觉着自己在这个常州有了功德了，我发心了，常福我该休息休息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不认为他那是行菩萨道，好像给别人做事儿似的，像打工一样的，打工嘛有工资啊，我们这没得工资啊，干啥呢？要旅游一下子，说好听一点啊，朝拜圣地，朝圣嘛，人家该赞成的了。好像是普陀寺的释迦牟尼佛，没有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好。到印度，印度看看释迦牟尼佛，拉萨的释迦牟尼佛好像比普陀寺的释迦牟尼佛有灵感一些。这都叫躁动啊，躁动，他静不下来。我过去也是躁动，和非常的躁动，但是我跟你们有点差别。我不跟俩人一块走，我到哪儿去都是一个人。那你乘风结火的了，一大帮旅行团呢、代表团呢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躁动。对，懂吗？说现在的时候，咱们现在所处的时代。是末法，过去的善根呢都退堕了。我专讲这一句话啊。如果你过去没有很多善根，在末法时候能够出家，很不容易了，很不容易了。出了家是不是耐心行道，今生就把它解脱了生死？看来还办不到。为啥呢？
心里头躁动，躁动，躁动的是就是不安静。那释迦牟尼佛呀，就发了愿，他以佛眼观，我一定把他们渡过来，使他善根增长。菩萨观世间种子，所种虽少，怀果甚多，而日之以悉以为孝。说三宝给众生做着福田，这块土地呀、啊，专给众生培植福的。这个大家可以做入室香，和一个麦子粒儿，一个黄豆粒儿啊。咱们北方人大家都知道黄豆嘛，你种下一颗，一个一粒黄豆，后结出来10颗、20颗、100颗，那穗上就很多。和咱们在佛门当中的三宝前种的是种子，生长出来利益很大；种的是世间种子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出世间。随时入世法院，你在三宝当中，这本来是世间的种子，而种子虽少啊，而收的果啊很多，怀果甚多。佛说三宝给众生种的善根，这在三宝面前投入的不多，但是他怀着的果报就大了，就大了。接着观想时候，心以为孝，心至色，发心发誓愿，要给一切众生做良福田。如果你过去没这个想法，从来没想到我给众生做良福田，我自己还没修好呢。可能每个道友都这样想，不管你修好没修好，那是你个人的事儿。咱们讲大经大记十轮经，就是破戒的比丘，只要披上袈裟，有这么个生相，就给众生做了良福田了。大乘大记十轮经啊，讲了很多轮，很多轮，就是给众生做良福田的。他配合着华严经讲，那是初步的了，这深入的了。菩萨将一降生就有入世这么多观想，这么多观念，咱们有吗？咱们没有。菩萨观念就众生蒙佛所教，接受三宝的教诲，必得利益，一定能得到好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末法的破戒的比丘，乃至能现身相，也给众生得利益，何况菩萨自己呢？是能够见到闻到三宝一个名字都不虚的了。大家如果念到不是说华严经了，你念一遍金刚经，你看看念一遍金刚经的利益有好大，这就叫不可思议。说菩萨见到一切众生都能够摸到佛的教诲，得到佛的加持的力量，种善根的力量。这么四众弟子啊，特别是我们已经出家的人，
很多人感觉到，没有再见二宋感觉到亲切。什么道理呢？你一天在这里头随着上殿过堂念念经，没什么感觉的，在幸福当中已经不感觉到幸福了。这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你在福里头不知道是福了，但是在那奔忙劳碌的求不得，开个小公司，开个小圣殿，或者做个子工，当个公务员，固定那点薪水，不能出意外，出点意外啊，害病了，出车祸了，医药费很成问题。咱们出家两宗没什么感觉，那在家两宗就感觉到，好像处处是危难。但是因着三宝加持，信了佛了，好像很平难。平难叫报难呢，叫知三宝难。咱不有个学会吗？叫知难报难，一个小扎字啊，知道三宝的难，报三宝难，就是蒙佛所教导了，一定得到利益。你看呢？知道了。那释迦牟尼佛这样观察，他所教化的所有的众生，因此悉以为孝，他就发愿，亲自发愿，一定是三宝，是佛法，骗些住，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利益。菩萨见过去世中同行的菩萨眼拙于世，不得佛法广大功德，入世之意悉以微笑，自私心至色。佛成了佛了，以佛眼观啊，过去跟自己一块修行的，或者一块入佛门的，因为贪恋于世啊，眼拙于色。现在呢，还在做众生，还在为烦恼所恼。而我们这里头哪位成佛了？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些人，还在三途，还在六道当中轮转呢。就这个含义，那佛入是知道了，悉以为孝，心自发誓，共同一道修佛法的人，但是有贪恋世间法呀，没有除掉，没有得到佛教的真实利益，得点世间相，真实利益呢？就是断烦恼正菩提，世间相呢，在世间嘛，生活很好的，一切都很美满的，没什么缺陷，但这是无常的了，不是常是这样子，说佛有度他们，菩萨观念过去世中共同聚会的。乃至现在堕落到天人的，还是凡夫，不能舍离，在六道轮回不疲厌，这是可怜悯者。知道这些之后，这些事情之后，佛呢，悉以微笑，心至色。我一定都把他们渡了。不在尔时，我一切如来光明所处，倍加心欲。佛出生的时候，十方诸佛都来加持他，
他就临佛位了，这就是受灌顶。这灌顶跟一般灌顶不同，十方佛说他成佛了，来共同来关压死他灌顶。说这十样事儿，是为十佛子菩萨调伏众生入世示现的人间的出生吗？示现出生就为这些个事儿，佛上的示现人间离众生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以邪十四故四行其步，菩萨一降生啊就走了七步。大家看过啊，都看这个图啊，佛降生图。为什么佛在兰培园生呢？怎么在家里生呢？印度的风俗啊，妇女怀孕了回娘家生孩子，不能在婆家生，这是风俗。风俗，因为摩尼佛怀到释迦摩尼佛上要生了，回娘家去生孩子，走到那蓝皮园，没走到他家，走到蓝皮园里头他就出生了。摩耶佛是拿手啊，把那蓝皮树一扳树，那佛就从右胁降生，生下来四行七步，走七步。那说走七步呢，是印度风说。咱那阿罗汉里头也有一位大路边小路边，他妈妈生第一胎的时候叫大路边，在路边生的。第二胎呢又生到路边叫小路边，这哥俩都出家了，都证得阿罗汉果，叫大路边小路边。释迦牟尼佛也如是，说在蓝皮园降生。一降生一下生就行走了七步，跟别人不同。为什么要先七步？为什么不走八步，不走六步？形容着，形容什么呢？七种财布施给众生，叫七圣财，不是世间的财宝啊，是法，叫七种圣法。所以四行七步，第一个佛降生摄受一些众生信，信生正法，信佛法。第二个，佛制止的不让做的事儿，叫波罗提木叉，叫戒律，叫戒财，信财戒财。佛教授们都要有禅。自己惨自惨，不做一些恶，就惨惭愧的惨，而惭财而愧财，对一切善法没有做到，生起惭愧。善法应当做到，善法做不到就是不善法，做不善法羞愧，叫愧财，叫信财戒财惭财愧财。文财，文听的文啊，文佛的正式的教法，文佛的正教叫文财。文法是发财啊，这可不是人民币啊，也不是金猪玛瑙啊。等你文法升起功德，
这种功德财，听闻正教，还有布施的施财。这施财不是给财物，说对一切世间相，我不贪恋，无眼着，对什么都不执着，什么都无眼清净。第七种呢，本来是八种，在七种把八七八合起，叫定和慧，叫定慧财。舍你的心不要散乱，定财，定财，闻一切诸法，照料一切诸法，这叫慧，慧照现前。这叫现七财师啊，这叫七财。我跟我一个道友讲，他说哪个小孩子走七步啊？连你们佛教才这样说，那下生还能走七步？人动都动不得，他想走七步，因为他是佛呀，他不是众生啊。他说这七步是表法的呀，他不走六步，也不走八步，端走七步，表七种法。同时呢，佛在母府当中地神性的请说，佛呀，你要生下来一定在我大地上走七步。佛满这个地神的愿，说四行七步，任何众生天人也没有这个相，说超三界相，四行七步。四现的菩萨最殊胜的，最微妙的殊胜相，四行七步。在印度就用象王、牛王、狮子王来比，超过一切众生了，四行七步。有者呢，现金刚地相，四行七步。金刚是监牢的意思，就是佛这是化身呢、佛的法身是监牢的，法身永远不坏的。那现在化身具足法身，就是化身即是法身，这叫法报化。三身一体，同时呢，增长众生的勇猛。勇猛，勇猛的意思是修道，发了菩提心，勇猛。又者呢，咱们经常讲七觉知啊，说佛行的七步。就表七觉，七觉，四现七步，叫七菩提分宝，叫七菩提分。三是七道品当中说的，就是七觉，觉的意思，菩提是智慧。说七觉知啊，就是这七种法能够帮助你开展菩提的智慧。咱们经常说要学开智慧，你就照这样去做吧，原念一下就开了智慧了。那么讲讲七觉知啊，第一个是念，念，念呢，说心里啊常识明明白白的，念什么？不念世间财富，不念妻子儿女，不念世间相，
念常念觉悟。什么是表现呢？就是禅定和智慧，心不散乱，那就是开智慧啊。见一事物善于分辨，心中明明白白的，让它符合于佛法。关于法，你必须得选择，选择就是已经有智慧了，智慧观察，有再发言啊，再发言。什么是佛的真正的教法？什么不是佛的教法？什么是虚伪的？什么是真实的？你得认识啊，你把假的当成真的。不过现在很难，我想卖假货的太多，真的少。人们佛教卖假货，有很多把外道法说成是佛法。如果你不善于分辨呢，受害呀、啊。有些个弟子向我说，这些弟子大多是女弟子，或者是那些外道，或者那些个没断烦恼的，以法师的身份叫女弟子以身供养，明明是邪见。他说弟子他没闻到法，他不辨别不了邪正，他就以身供养。一旦自己堕落地狱，使他也堕地狱。这种事现在很多很多。学法的人一定要有再发言，凡是符合贪嗔痴的绝不要做，凡是属于戒定慧的，与佛教导的相合的，那你得先知道佛的教导啊！你不学又怎么知道呢？总的方向，凡是他所说的，都是贪嗔痴的道路，绝不是正法。因此，你必须要再发言，把造罪的当成供养三宝，这下无间地狱的，都是说的人乃至受害者，必须第二宰发觉知和精进觉知，对正法要精进不懈。你受持一个法门之后，千万不要中断，这密宗叫中断魔，做做就不做了，懈怠了，那叫一事无成。你修行一法，哪管持一戒行一善，坚持到你这任何的上道因缘来了，冲过去，这才叫精进。喜欢喜，喜悦嘛，喜觉知，经常使自己对于圣教满怀欢喜，对正法呀永远欢喜的。清淡觉知，咱们的净恒品呢，它叫七觉知啊，七觉知啊，身心轻快难乐，不生烦恼，清的定觉知，入了禅定，心不散乱。不是说你坐那儿打坐呀，就是你心呢总有智慧光明照耀，心不散乱，不会起贪嗔痴念，凡是烦恼念头绝不起。
入定了，心不散乱，舍，舍，心里头呢没有偏颇，同时正念，从正念，舍，舍什么？不要执着。这个舍不是物质，舍你的念头，不要起执着念，看什么都是平等平等，没有不平等的事儿，是心平才和，心永远平等的，这叫舍，舍一切执着。是吧，现行得法，现行所得的法门，四行起步，还是讲起步啊，解释这个为什么释迦牟尼降生走起步，这都是讲解释这起步的，说你所闻的法不由他教，佛的佛已经成佛了，他是说法者，在现世间最圣无比，没有能跟佛相比的，而四行起步，是为实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为调伏众生入世示现，华严书钞里头啊，还有几种说四现起步的，一个四现为无量众生成住福田，所以佛降生走起步。四现熔断老死，入了涅槃，从此熔断老死，生老病死熔断，但是现在是生，不后再生，现在生是实现的，是最后身，菩萨最后身，说现在要度一切众生的生死，说佛现行起步，佛要一个一切众生做导师，所以四行起步。佛为了众生断灭种种的烦恼，特别是四魔，特别是断四魔，四现起步，同时不为不净之物说眼物，凡是不清净的事物绝不沾眼，心入虚空，量周法界，是吧，心入法界，量入虚空，入何说都可以，常着入室观，上行起步和下行起步，四现法语普遍周遍，如果对犯戒众生视线雷、视线电、视线霜雪，今天下雪，现在外头下雪，专门都是邪恼众生的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十四故现出童子地，就走起步，现在现的是童子，以下又解释童子地有十世，佛示现童子身，所谓现通达一切世间文字算计图书印玺种种业，出童子地，为什么要出童子呢？要通过通达世间的文字，无一不想算计图画印玺，
为同大一时间向马车城湖寺建及种种业故出童子地，为献同大一切世间的文笔谈论博弈嬉戏种种事故出童子地。这是总说啊，说童子地，以下呀要一个一个的解释。从佛一降生出胎当中，出胎降生当中，乃至当小孩童子的小孩的时候，都是一切一切解释。大家听这段经文，是离世间呢，是入世间呢？咱们这是讲离世间篇，离世间翻过来了，就是讲世间是入世间。是祝福的离世间，离即是祝，祝即是离。张是祝世间，佛在人间下生利益众生是离世间。这个问题要参啊，要参，嗯，你个人去想去吧。张也是入胎出胎降生，当童子，当小孩，现在小孩能入幼儿园了，我小时候没有幼儿园，还没这个说呢，嗯，就得入幼儿园，还小学中学完了大学干什么，想想，人家就讲到这里。